小航，哎，你来微信了？你听见谁呀？我看看啊，女王阿姨吧，应该是。你帮我听听，宝贝啊，你跟项羽那个小子还处着呢？嗯。啊？你干啥去？我送外卖去。送啥外卖呀？你都感冒了。没事，你搁家待着吧。你是不是又想多了？没有，我送外卖去了。干啥去？我送外卖去。是送外卖吗？是送外卖。你是不是又想多了？没有，没想多。那我理解，明天吧。明天我下班，然后过来，我把东西收拾收拾拿走。收拾东西？嗯。你还说你没想多呀？我妈的意思是让我带你回家，她见见你。啊？不是让你跟我分手啊？分啥手啊？谁能让咱俩分手啊？啊，那我更得送外卖去了，我得多挣点啊。不用，今天别送了吧。没事，你那个你先上楼吧，你还穿拖鞋下来呢，别刚洗完澡，别给你冻着。那你跟我上趟楼，你再下来。你有事儿啊？嗯。那个，你给他待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